咋花的呀？这20，你咋花这么多呢？不多呀。啊？一双鞋10块。啥鞋10块呀？就那个普通鞋啊，就布鞋10块钱啊。布鞋。啊。这10块钱没了，还剩10块。有时候花钱买衬衫。衬衫。买什么？衬衫。买衬衫啊？啊。那衬衫就剩10块钱了，你还咋买衬衫啊？我们那的卖衬衫便宜啊，5块钱呢，就那个大舞台小商品呢。我以前有时候渴了买水啥的，就20块钱。有没有超的时候？花的最多的时候？有一月？有时候也有超的时候。能花最多花多少钱？25。这是最多的了。那5块钱买啥了？就那5块钱，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了啊，不是给人买的水，花的。哎呀，我这完全突破我的概念，一下衬衫5块钱，跟朋友出去吃饭买水花5块钱。嗯，几个朋友啊？不是饭店啊啊，不是饭店的，就主要在那小卖点儿啊买的水，就那个一共5个人，一人花1块钱买一瓶水。有没有人说你抠？他说我花钱细。